今天我们来喂凶狠圆轴蟹。我天！打开饲养盒的盖子，这家伙从买回来之后就不怎么吃东西。我去，嘿，这家伙好久没吃东西了，今天得喂他点啥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去拿东西。来吧，先喂上一条蜈蚣，作为康康这里最受欢迎的饲料之一，看这家伙吃不吃。来，赏赐你的，拿着。你咋跟看不到一样？我再给你夹一下，顺着胳膊爬上去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这蜈蚣太小了，这螃蟹都看不到呀。我给你帮一下忙啊，来，这个手，这个手小一点。哎呦我去，你还咬我，我给你弄吃的你咬我。哎呦我天，哎好，夹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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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可以可以，感觉你还是有想法的嘛。哎呦天哪，还这么凶呢。哥，是我在养你啊，你对我这么凶干啥？哎，这让人家给跑了，你这你吃啥呢？你这蜈蚣这家伙估计是不吃了，我得给他换一个。大家等一下，来，这一次给你搞了个杜比亚。哎，这个你应该比较喜欢。来，拿着。好，你先说吧。怎么样，这次对你好吧？大哥，你吃呀，你别光夹住，搁那看呢。你看这不吃就给掉下去了。你这给他喂，他还反抗。换一个水果吧，西红柿。尝一下。给。我天。这直接给我捏爆了。嗯，你就只配饿着。嗯，你这爪子就是得饿着你。啥都不吃。来，给你放嘴上。来，再递你手里。好，这个来再给你拿进来。一边拿一个。哎好。这下你看上很霸气。这下应该可以吃了吧兄弟。这家伙还是不吃。急死个人。哼。算了吧。你就是这样的饿着就该饿着你。都给我扔了。饿着你。再见。